你早，今天是1月12号，星期五早上的6:43呢。那么昨天的开奖报告，我们来看看539，我们昨天是没中的。539目前为止中5次 ，A 组白中3次 ，B 组中4次 ，C 组中3次。A、B 两补，左边你没看到用08、08一都是没中的 ，C 组白也没用，C 组白也没有中。那么输掉本钱是1250、300、600、350，我们总共输了1250块本钱的。这个两间输了，再加上670，正好输了2000块左右啊，2000块啊。那我们今天大家还是不要用凹的，我们今天牌子用少一点哈，因为这两期的牌怪怪的。那前4期的牌掌握的都很好，连中4期。我们要谨慎处理啊。